大家请合掌，我们来念这个经文。低头合掌，百玉毫，星明日丽，歌咏赞扬指金融，停震雷轰。啊，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。 这段经文呢，是教我们修学念佛的方法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低头合掌。上 <laughs> 个星期已经给大家说明了，低头合掌是表法。表法什么呢？用恭敬心，很简单，用恭敬心来落实在这个生活里面。恭敬心讲起来容易啊。 做起来不容易，你不相信？你看，你看到佛像，你能够留佛三拜，容易吗？很简单呢，看到一个你喜欢的，或者对你有恩的，你对他恭敬，很简单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当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、冤家对头的，常常给你麻烦、给你痛苦的，给你很麻烦的。 还是你的冤家路窄的，深仇大恨的，你对他那种的，最讨厌的，不喜欢的，看到我就很讨厌，我看到他我想要吐的那一种，<laughs> 天天给你伤害的，哦，无论在感情上，在友情上，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，常常来惹你麻烦，常常惹你痛苦的那一种人。 你会不会跟他有恭敬心吗？讲实话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呀、啊，真的一个问题呀、啊。你能够对他一个恭敬心，说明那真的你很有修养了。 但是如果你真他还有一个厌恨的心、讨厌的心，那你对三宝的恭敬，那都是不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<laughs>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修行啊！念佛这一句真的很容易念起来啊，但是有时候做起来不容易啊。<laughs> 所以中风果是从这个地方用这个运问讯合掌，教我们来做什么？ 对一切众生要恭敬，看到一切众生如同看到阿弥陀佛一样，那种心来恭敬，那真的不容易了。那是不是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对他都没办法升起那种恭敬心，那没办法，那你要慢慢学呀、啊。<laughs> 说实在的，像这个道理哦，中风果实知道我们这个众生有这个的毛病。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化解这个问题呢？ 那我们将来往生西方会成一个问题了，变成我们的障碍。所以从这一句话呢，中风果实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教我们不要跟人家结恶缘。你跟人家结恶缘呐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，将来变成你自己的障碍，那就完了。没关系，当做什么？我劝他，还给他。 但是那个心有时候放不下、哦，不要说我们自己，我们看到别人，像师父有一次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拿着水哦，那个水桶很大，拿着老人家哦，要到那个二十二楼的坐电梯哦，突然间有一个女居士啊，把他挡住，不可以的给他进去的。你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你心会抱怨吗？不满吗？ 为什么这个人就这样的？你为什么会生气呀、啊？<laughs>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有时候自己都受不了，何况自己遇到的人对你的伤害，人对你的批评，人对你的种种的不断的伤害，你还会对他的恭敬心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中风果实从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：你要落实。 用什么呢？不要跟人家结恶缘，因为我们要发愿往生净土的。你能够落实，就好像尊重十方，还有尊重阿弥陀佛，那说明呢，那你的修养非常好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看看你的家。 你这一生有没有遇到那些冤家对头的、你深仇大恨的那些人？<laughs> 哦，你跟他说：“哎、欸啊，对不起哈、哦，啊，过去可能做坏事，我说不小心得罪你啊。”阿弥陀佛，那你真的不得了了，真的。中风国实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：一切都要放下了啊，因为这些众生呢。 都是每一个跟阿弥陀佛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因为阿弥陀佛要度他们的，你跟他们结恶缘呢，等于跟阿弥陀佛结恶缘。那我们念佛怎么能够成就？念佛怎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呢？因为这些众生，阿弥陀佛都会护念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好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做人啊。 吃亏一点没关系，老老实实、安安分分、傻傻的没关系，傻傻有傻傻的福气了。<laughs> 哦，所以有人骂你呀、啊、批评呐、啊，侮辱你呢、啊，怎么样啊？我说实在的，真的，不要想太多了，该还的就还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过生活呢？你这样怨恨、这样的痛苦、这样的烦恼。 你不出病才怪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学佛就是教我们这个道理嘛。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：低头合掌百玉毫，道理就是这样。你能够这样修，下面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心明日丽啊，这个是一句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的心开朗了，我的整个心就明朗了。 就是明了了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忽然的开悟，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跟一切众生不要结恶缘。你整个心就像什么丽日中天一样，那整个天气啊，你看澳洲天气好的时候，整一片的天空都是蓝色的，这么好看呐、啊，你那个心都是这样的。 如果你天天计较，为了这个事情起烦恼，你的心是像什么？像我们这个澳洲啊，两个星期前不是天天下雨嘛，那个阴天一样，<laughs> 闷闷不乐，活得很痛苦，活得很不开心，啊，天天想着那个问题，计较那个事情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忘得干干净净的。 你能够这样修，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：漫天星门一样，这个就是比喻什么呢？你的心态。所以，在这个境界当中，我们要去转这个道理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这一句“低头合掌百玉毫，心明日立。是讲什么呢？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礼敬诸佛这一种的行持，礼敬诸佛就是礼敬一切众生，你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整个心就明了了。明了什么呢？明了你个心跟阿弥陀佛。 逐渐的，逐渐的跟阿弥陀佛相应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的心永远都是这样的，阿弥陀佛的心永远就是这样的慈悲，永远这样的的开朗，永远就是这样的欢喜，对一切众生都是一种欢喜的心态，对一切众生。 都是用一种慈悲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众生，所以阿弥陀佛这一种的心都是永远就是这样的，用这种恭敬的心态，走到哪里都是来恭敬一切众生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低头合掌百玉毫，心明日丽，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简单的讲。 教你要天天过得快乐了，<laughs> 教你要要天天过得开心一点了、啊。有什么事情能够开开、看开一点，那就看开一点。因为这个人生才短处了，太短了哎！你看，你天天过得烦恼，一刹那时间无常来临了，那怎么办？中峰果师就教我们这个道理。 哦，所以回到家啊，记得啊、哦，看到不喜欢的人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；<laughs> 看到讨厌的人，哎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哎，算了啦，不要去想了、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未来就未来，活在当下，就对了。